F150，突然发现这里漏水，这地方全是水，而且味道特别大，特别臭。这个地毯也湿了，这里都泡在水里。然后这个这里面全都是水。经过检查以后，判断应该是那个空调的冷凝出水口，出水口那地方需要加一个塑料软管，加长一下，一个直角的一个橡胶的轴套，把水往下引，已经装完了。看看效果吧。